龙卷风获利向前冲，今天三月二十一号，礼拜四哦，行情是如何？今天再度大涨特涨，尤其在昨天回档修正之际，徐老师跟投资朋友讲什么？我们在推专案了。我跟投资朋友讲过了，这一次的行情是相当相当的特殊，指数也许会进轻涨，但是好坏个股会表现不太一样。昨天美股怎么了？ 昨天美股的 FED 决策会议，如市场的预期，今年就是降三码，在降三码之下，来我们来看电脑画面哦、喔。如果是符合预期的情况下，为什么昨天的美股会给你大涨特涨拉尾盘？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没办法解释的，对不对？在今年年初啊，很多人会讲说，今年的行情会很大。 然后他们的原因是在于，因为今年要降息，年初的时候降息是六码或者七码，当时的预估值，结果嘞，来到了昨天变成降三码。如果是按照过去的一个逻辑，原本要降六码、七码，变成只降三码，应该叫做利空才对。为什么美股昨天会往上攻？ 但是如果是以徐老师的逻辑来看的话，今年只要是缓降息，对于美股、对于台股就是有利的。谁的逻辑才是正确？所以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讲，你做股票一旦逻辑正确的话，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赚到该赚到的钱，避开该避开的风险。很多东西很玄啊。 为什么 NVIDIA 现阶段要推 GB 两百？听不懂没关系，美股之前看 VIX 指数，VIX 昨天下跌五点六四%，趴美股它本来就是要涨，本来就是要涨的美股，你再对应到龙卷风操盘数。根据龙卷风操盘数，日线就要找买卖点，中线就要看波段，月线要看趋势，你要背起来。 当道琼日 K D 黄金交叉本来就是要涨，创历史新高。纳斯达克日 K D 黄金交叉本来就是要涨，准备要突破历史新高。费城半导体日 K D 来到二十周，昨天我们跟投资朋友提醒，来到相对的低位阶，日 K D 死亡交叉开口进行一个收敛。昨天费半是往上攻，而费半在往上攻之际，台股为什么有办法大涨特涨？ 因为根据龙卷风操盘术，日 K D 回撤了五十轴了，有没有回撤五十轴？之前叫高档钝化盘，我说这个太紧绷了，你要让指标回撤。指标回撤之后，与五十轴出现了黄金交叉，结果大涨特涨，有没有再创历史新高？好，于是我又跟投资朋友讲什么？我跟投资朋友讲，A I 呀、啊，它不会翻船，只会换船。 昨天的美股大涨特涨之下，并不是在涨 NVIDIA，也不是在涨美超伟，更不是在涨 AMD。那为什么今天会涨到它八二九九的群点？因为涨美光啊。那涨美光之下，你以为美光为什么会涨？还不就是因为 AI 吗？那不就是 AI？ 不会翻船，他只会换船嘛。所以每一个时间点，徐老师尽量的把盘势讲的非常的透彻，让你们知道现阶段所处在的一个战略位置趋势在哪里。史上无敌大行情啊！于是呢，哎，奇怪了，今天指数大涨特涨。徐老师，很多网红讲说，投资零零九一九。 可以去吃零零九四零的豆腐，零零九四零要挂牌吗？募集了一千七百多亿，因为他们相关的概念股的成分概念股非常非常的雷同，哎，逻辑是正确的，但是为什么今天零零九一九打下来，零零九三九也破发？所以重新再整理一次哦，你们觉得这个这个行情你会解读吗？ 过去的行情指数打下去往上拉，打下去往上拉，同时很多人跟你讲说，外资站在卖方，是因为投信站在买方，把指数撑在这个地方嘛？逻辑是对的，没有错嘛？但是重点又来喽，如果是以投信的力量把指数撑在这个地方的话，那为什么零零九一九、零零九三九它不涨反跌呀、啊？ 你既然是因为这个 ETF 的资金撑进来，你照理讲，你 ETF 要往上涨才对啊。那为什么 ETF 今天往下跌？因为外资系统又回来了，很可怕的一个行情啊！你的外资和投信外资和投信轮流交换的，一直不断把指数越垫越高，造就行情之大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今天零零九一九、零零九三九在往下跌，二三八五的群光数不是回档修正？ 三零零五的神机是不是回档修正？五四八三的中美金又回档修正？六一七六的瑞仪是不是回档修正？然后你再看到这些成分股在回档修正之际，看到指数在往上攻之际，你又看到零零九一九、零零九三九在往下跌，你又感觉怪怪的。然后旁边的人又跟你说服说：“哇，这个行情真的涨太多，你不要去追。”是不就是徐老师跟你预告的？有一种冷，叫做阿妈觉得你冷。 一万七千点不敢买，一万八千点不敢买，一万九千点不敢买，来到今天二零一九九，20, 1999, 怎么办？还是不敢买，有买赶快跑。所以这个行情大到一个不可思议，大到一个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你要尽量的去找，现阶段还有什么样的个股可以进行一个投资，然后尽量有系统的。 把你的资金聚焦在某一些特定的类股身上，不然你很容易就失焦，你很容易就被人家游说走，很一种很容易讲说哇，这个涨太多了，我还是不要参与好了，不要参与了就没机会啦。就好比之前很多人很多网红跟你讲说要去买美债 ETF 一样，我讲过了，美债 ETF 是可以进行一个投资的，但是你如果是急急硬硬的一直想说哇，它短线上要飙涨，短线上飙要涨要。 原本要降六嘛，要降七嘛，现在变成只降三嘛了，他怎么标？但如果把时间给拉长了，美债 ETF 也是可以投资的啊，就跟现在零零九一九、零零九三九一样意思嘛。所以你不要怕，这个行情它还还在。你投资什么都可以赚到钱，只是赚钱的快与慢而已。赚钱快快的人，行情上去了，你可以多赚几次；赚钱慢的人没有关系嘛，连红海都太往往上涨了。 你手上的股票股本有比红海要来的大吗？所以要有信心。我的频我的频道把它订阅起来，并开启小铃铛 light，你要有小老鼠 i s t o c k 一六八，小老鼠 i s t o c k 一六八。所以手中拥有零零九一九的人别怕，拥有零零九三九的人别怕，因为现阶段叫做水能载舟的一个部分，够不够清楚？ 有没有任何的模棱两可？然而，美股怎么了？美股今天的电子盘的盘后，美光出现了一个大涨特涨。过去的美光涨好久了、喔，不管是第一轮也好 n e t f l i s h 也好，不然像 HBM 也好，每一次都要调涨报价，但是当时的调涨报价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刺激美光往上攻。 而这一次的美光财报却有办法把美光的股价弄上去，电子盘大涨了十八趴，所谓何事？我讲过了，任何股票都会涨，只待它背后故事写好。说穿了，也不过就是人家已经吃货完毕，要让它涨而已啊！不然其实题材是一样的啊。美光过去就是有做 HBM 啊。 他不会做第一轮做 n e t f l i x 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？那为什么过去不会涨，而现在去涨美光了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 NVIDIA、美超微、AMD 要先让它休息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它不会翻船，它只会换船。所以，当你把这个结构搞清楚之后，你自然而然会知道哇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所以去年不上去了。 创历史新高哦，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到废半数日 K、D、低低档，加权日 K 低，黄金交易大涨，然后你要锁定，怎么样锁定？你一定要分门别类，你如果没有分门别类的话，你赚不到大钱。怎么样分门别类？我是不是给投资朋友非常非常有系统的三大组织三大类？第一大类叫做 AI，第二大类叫台积电大联盟，第三大类叫边缘运算。为什么昨天的行情？ 在大跌之际，更正应该讲的更清楚一点点。在前两天，礼拜二、礼拜一的时候，我就明确跟投资朋友预告，礼拜三叫做台指期结算，外资期指的空单压了一万多口，所以礼拜三的指数会进行一个震荡整理。而礼拜三的指数进行震荡整理，当日 K 一回撤到五十轴就要涨了，所以我昨天推专案嘛，还有没有印象？ 有没有决战两？有没有没有决战两万？今天马上站上去了。有没有决战两万一三九？昨天有没有给给你看这张图？挑战一季的时间，快的话可以一两天哦、喔。三大产业哪三大产业？AI、台积电设备和边缘运算。也就是说，你想要投资投资 AI、投资台积电设备、投资大台积电大联盟、投资边缘运算的人，你来找徐老师。 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九成的一个胜率。市场上来讲啊，都知道有一个九一法则或是八二法则嘛。你如果站在人群中前面的一层，想办法挤到前面的一层，想想办法挤到前面的十趴，你就有办法。如果你是站,站在他前面的十趴，你有办法赚到其他九十趴人的钱的话，开不开心？愉不愉快？ 所以 AI 来讲的话，你看我我待会给你印证。我们之前不 AI 伺服器，伟创、伟影、技嘉大、广达做过一遍之后，我们是给大家目标价。然后技嘉卖掉之后，你知道技嘉卖掉之后，现在技嘉多多呃，应该怎么讲？讲的比较委婉一点，你知道现在技嘉多委屈吗？也不能讲委屈啦，因为我们之前卖掉了嘛。我待会给你看 K 线，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。伟创红海不持续看好，因为伟创下面天虹缺口还是还是守住的嘛。 红海是不是越垫越高？我待会给你讲红海要怎么设防守，好不好？我我给你举例哦，我直接给你看红海现阶段来讲，好像红海很多人套很久，我直接把 K 线图月线的 K 线图调出来给你看。调出来看之后，因为时间拉太长了，你知道吗？那重要来讲，每一年每一年它有配息，我再把它还原全息，让你看到红海，如果你投资这几年还原全貌，到底是赚赔。 成本价大概是在多少？我带给你看。AI 过后，AI 伺服务器过后，是不是第二大主轴在散热？散热来讲，是双红，旗红 AMX 做过一一波又一波了，全出。有赚不跑是阿呆。虽然没有卖到很漂亮，今天双红还在往上攻啊。但是取而代之的又会是谁？今天听说啊，一个小提示，今天听说太阳能在大涨。 我待会如果有时间，我给你看一档个股，同步具备三个大题材，哪三个大题材？跟散热有关，跟设备又有关，跟太阳能又有关。徐老师怎么会有这种股票？重点是还没涨到，而且是回撤大量区。我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再给大家看，因为我都准备好，只是怕没有时间给你们看到。然后台积电大连模来讲，看今天六六四六六六四零的军华。 很可怕，但重点你抱得住吗？N 字形上攻回撤，什么月线支撑是回撤月线支撑？中沙还没涨到，还没涨到就是你的机会啊！横在那边横超久了，三纳米以上都要用用到钻石跌。 那台积电设备、台积电设厂都设出来了，它现在要往高阶制程走，难道不用到三纳米、不用到钻石碟吗？我跟你讲了，现在资金来讲是一波接着一波啦。有些股票、有些股票你可以守株待兔，有些股票你可以去追强势股，因为可以买高卖更高，就像过去的双红和起红一样的意思嘛。重电是不是又来了？华晨被分盘交易之后，你看市电。 有没有一模模一样样？我当时跟投资朋友讲，市电回撤到月线一个支撑，投信、三大法人、外资，是不是连续买超？然后嘞，融资余额、融资余额大降，融券余额增加。我直接这样跟你讲，是不是嘎空？一大人一大堆人看他不爽，为什么市电可以往上涨？放空啊，没有赚到钱，放空啊，嘎上去，落后补涨就看一五一四的压力啊。 讲的够不够白话？你看我节目就那么爽，我直接跟你讲可以注意谁。三六六一的四星比较可惜，原本把想要把它纳入到我的代表作了，我也讲白啦。之前来讲好不容易这一根回撤，已经等这么久了、喔、等了这么久的四星回撤到在大量区，逮到机会就买，拉一根涨停，没想到在掼破。 到半年线，现阶段只能等它筑底了。就以市心来看的话，甚至于像创意也好啊，神盾、八零五四的安国都好，先忍耐一下子。我认为细制裁没有办法不可能挂掉了，只是现在讲资金全部都聚焦在某些特定的族群身上，还轮不到细制裁来涨。但是你反过头来讲，现在的股王还没有涨到，指数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。 将来如果股王轮到股王往上涨的话，那你真的还要去追其他股票了吗？所以你要趁现在两万点了，要把好的股票你先布局完成。边缘运算，我们之前是不是先做 CPU、吸光子的部分？再来是不是机器人？广明、所罗门和百达有没有一档接着一档？很可怕的一个行情，投资朋友，二二三六的百达。 是不是上去了？六一八八，光明是不是也上去了？今天出现一个十字线，稍微出量了。二三五九的所罗门是不是上去了？机器人之后是看谁？工具机啊，大银维啊，不然你以为的机器人，你的马达用谁的？你的你的那个手镯用谁的？不是大银维的大银维吗？另外来讲，还有放高价股和低价股，大家有机得给大家看，昨天其实就讲过了。 所以决决战两万一三九，你要来，有需要的人直接拨打零二二五四二三五五，或在频道的下方填写连接表单。a t 你要有小老鼠 I S T O C K 一六八，因为有三部五十，我会放好的股票，放 a 特主页。过去我跟投资朋友讲，台积电今天先涨一波了，你投信绝对要作加，投信绝对要追台积电的一个涨幅，所以当时不是讲募集 E T F。 然后跟你讲 ETF 的相关概念股，三月七号就跟投资朋友提到了，是不是又领先全市场？讲着讲着，金融股高歌，然后我跟你讲，金融股冲上去了，这个不好，金融股上去了不好，要稍微做个震荡整理。就金融股讲完是不是做震荡整理？然后当时不是跟投资朋友讲，日 K D 高档维持待久，必须修正到五十周。三月十四号的时候讲，下一步修正到五十周出现黄金交叉。好，这个是、啊、ETF 的资金潮，本身来讲叫内资效应。 然后再来看外资，外资嘴上讲话降息三码不变，降息三码不变，甚至于联准会担心引发经济的衰退，所以三码甚至有可能到四码，因为他觉得不能太晚降息啊，不能太晚降息，是不是有资金潮？内资的 ETF，外资的降息潮，台币升值，外资系统要进来，投信又要进来，你以为两万点会是高点吗？ 所以当时指数在震的时候，跟投资朋友讲，两万点它不是高点。AI、苏职风卖股，NVIDIA 高层卖股，我就说不对了。你这个股票来讲，你卖卖不下去，代表它还是主流。然后三月四号的时候，戴尔宣布 B 两百可能在二零二五年推。原本预估二零二五年才要推的 B 两百，没有想到这一次的 GTC 直接 B 两百，突就出去了。不只有 G B 两百之外，还有 G B 两百。 红海代红红海代工的嘛，啊，你就去想哦，你去想这个逻辑哦，为什么原本评估要到明年才出的，今年就有办法出？代表什么？台积电 c o a s 产能已经开出来了嘛？那台积电产能已经开出来了，但是它又要不断设厂，代表还是供不应求，还是供不应的求求的情况，代表它未来的单子还有更多又更多。 原本预估明年才要推的 B 两百，今年就要先推了，代表后面还有新的东西要推啦，涨不完了。AI 伺服器当时不是跟投资朋友讲，这个表格你也看过很多天了，然后伟创大量区你也看过很多天了，伟创下面大量区防守跳空缺口防守没破就 OK，然后你再看我们技家怎么做，先做一波对不对？ 预估四百元会有心理关卡，在什么时候？二月十六号的时候，二月十六号那个地方，就沿路跌咯二月十六号这个地方，就沿路跌，跌到现在，跌到现在喽。然后再看红海，红海讲完之后，三月四号，当时在多少钱？一零二、一零六、一零九，法说再冲高，再冲高，接到 G B 两百，是在往上冲，再涨。 大量区踩到下面了，是不是在涨？然后去 B 两百，是不是在涨？震荡一下，再涨。今天又在攻，从一百出头到今天一百四十五了，红海哦，三成四成有没有？然后你去看它月线图，整体是大底完成了，大底完成，我故意把月线的大量区放在这个地方，它是突破大量区。 那这个东西，如果你看的细一点的话，这个有断断断层，有断层的地方代表它除全席，我把它还原全席之后，有哪用哪个时间点还原全席九十六年，民民国九十六年的六月二十九号还原全席之后，代表从六月二十九号之后的人，你去购买的人，基本上都快要赚钱了。全部的全部的人，基本上都快要赚钱了。 因为它还原全息，因为它快要过高了嘛，大量区还原全息之后，那还原全息你自己可以，我们的电脑刚好可以用还原全息的功能，可以还原全息。那你你设定每一个点的还原全息会不太一样，因为它看它什么时候断层出现嘛。那基本上来讲，红海大底已经完成。那大底完成的红海，你就要变成用这一天大量区，这个是月线哦，一一一点五当成是防守点。如果一一一点五不破的话，这叫大底。 如果一一点五不破的话，如果是以技术分析，以一比一的方式进去的话，它可以到多少？你自己去算，可不可怕？我希望它会来啦。很多红海爆很久，对不对？之后咧，AI 伺服器之后不讲散热，我浓缩喽，浓缩喽，要讲快一点。当时三一月三十号提到，然后一直做到三月十九号，中间有断断层。如果你有印象的话，去提器之后不不涨，有赚不好是阿呆。再看一次，当时是二九。 然后来到这边，在五六六二六，是不是就一段？双红当时三九二，一月三十号有赚不好是阿呆，是一三月十九号七十五，是不是有一段？再来哦，或者给你三个概念股，三月十二号讲，三月十二号讲的 A X 是不是有一段？三月十二号这里面啊，所以现阶段来讲，你要留意这一档个股，为什么要留意这档个股？大量区在这个地方，大量区在这个地方，然后。 同步具备什么？散热概念、设备概念、太阳能概念。今天太阳能有大涨特涨，同步具备了散热概念、设备概念、太阳能概念。小老鼠 I S T O C K 一六八，或者是直接加入我们这一次的专案会员。紧接着不大台积电大联盟。 当时台积电五八二，我说会过，因为 ADR 已经先过了，它只是要控制指数，然后外资调七百，我会给你整理资料，淡季不淡，然后一路冲一路冲，中间有震荡，外资调升平等稍微震荡一下，而后又再往上拉，再涨到今天，台积电往上涨，设备是不是也要跟着往上攻？所以你看君华一七零一八七，170, 7, 哇，又是一个大波段，涨到现在，它是走 N 字形上攻，刚刚给大家看过回撤二十日线。 就在在往上攻了，然后设备的制胜是不是一样往上攻？制胜还没有突破近期的高点，因为它是 GTC 的联盟，GTC 的一个联盟，中沙也是一样，一段一段的做，有赚不好是阿呆，是不是压回修正再来？现在这边横在这个地方，我认为它会有机会。所以台积电的设备概念股是放在三月十九号的 Light，全部帮你整理出来的啦，不管是它 EPS 也好，股价除 EPS 也好，大户持股比重都好，是不是一档接着一档？ 那你如果是简讯会员，我直接通知你要买什么股票，带你买，将来带你出。紧接着，重电概念股，重电能第一次上涨是因为台电认网，第二次是在第二次在变压器，美国这个变压器是连续做两波。所以当华晨攻上去之际，我是,不是跟投资朋友讲，三月十三号是帮投资朋友整理表格，没有理由市电不会走啊，不会涨啊，是走 N 字形上攻。 三月十八号、三月十九号、三月二十一号，那亚力就要落后补涨，就要留意了。同样是中电族群啊，没有理由不叫弱啊。那有没有可能走 N 字形上攻？是不是又上去了？西制裁的部分，我刚已经讲过了，以三六六一的四星为主。那四星来讲的话，现阶段它还是一样在做一个震荡主底的一个动作，所以你自己稍微去做个留意，有没有机会？因为安摩已经站上大量区了，如果安摩它有办法持续往上攻的话，自然而然四星它就会有有机会。 紧接着是边缘运算，过去我们先做 c p o 我就把它直接拿掉了，因为太多了。然后呢，是不机器人概念股？g t c 是不讲机器人概念股？广明突破颈线位置去以跳空缺口的方式往上跳，所以今天是在一根逼近一根呐、啊。所罗门是不是过颈线？颈线一根，今天就在一根。百达是不是突破下降压力线？颈线一根，今天是在一根。 然后你看日银哦、喔，日本来讲的话，是不是取消负利率的一个时代，代表日元长时间来看的话，它会升升值的机会会比较大。那对于工具机，它绝对会有利。而且三月底来讲的话，准备要举办台湾的工具机大展，所以跟机器人有关、跟工具机又有关的一个相关概念股，是不是大盈为，是不是就上去了？那这一档高价股，你要留意了。我昨天把它放在 Lite 主页，三月二十号。 所以小老鼠 i s t o c k 一六八你要有，这个是中低价的股票。小老鼠 i s t o c k 一六八一样都放在昨天的 Light 主页。好，紧接着你看 Nvidia 的股价，大量区那个地方，如果它有办法突破大量区的话，AI 又要再涨一波了。美超伟这一次来讲它比较弱，因为现金增资嘛，但是它回撤大量区了，搞不好美超伟也有机会。微软突破近期的高点，近期的高点大量区也突破了。 所以以上如果都有办法往上攻的话，紧接着是不是三月二十二号的微软准备要举办 AI 的发表会？那如果他举办 AI 的发表会的话，这档个股它会不会有机会？这档站稳大量区的个股它会不会有机会？所以给你透露一下，这个还没有还没有要曝光，我们才刚布局而已。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前三强，跟 Notebook 会有关，推出 AI PC 的。 产品重点哦、喔，你去看哦、喔。红海因为 G B 两百的一个题材，从一百多出头涨到一百四，这一档个股股本比红海小非常多，小非常多，然后它已经接到 G H 两百这个平台的订单了，所以你想不想拥有？再给你看一次 K 线哦、喔，压日期哦。决战两万。 一三九获利加成专案，挑战一季的时间，瞄准三大产业，超越九成的胜率。有需要的人直接拨打零二二五四二三五五，5, 或是在频道的下方填写连接表单。感谢收看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想跟着徐兆新老师一起获利吗？立即扫描屏幕条码，加入官方社群。来搜寻小老鼠，i s t a c 1一六八。 最新标股资讯、盘中解析，天天免费看到宝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